王威要单挑科比吗？漂亮的转身助攻没有投进，快攻的机会给到了内线前场 Jason， 再给到陈江华，还在等科比，科比突破，你住好球，第一个运动战得分，科比现在已经个人砍下了四分，啊，科比一对一来到这里，还是断掉了。Kobe Bryant 还是断下了篮球 Kobe、oh! 哇哦，时间还剩下13分多钟， Kobe Bryant 能不能够带领黄队来创造一个奇迹呢？又是一次传球失误， Jason 来断球，快攻前场四打一， Kobe Bryant 再来一个，哇哦，差距已经回到了只有23分了。刘根红绿队这边呢，要来控制一下节奏，自己上来没有投进，来把球陈江华抢下来，再来给这边杰森唐志忠，再给科比外线三分球的机会，打手了吗？裁判没有吹，不过前场篮板球拼下来，到这边吴尊的两分连进，黄队追分真的是追得很猛，双方差距已经回到只有21分，周杰伦再要单挑一次，好球，又被换下来 Kobe Kobe Yes、差距被迫近到19分，已经打掉10分了，这边 Chief 好球， Chief 在底线偷了一个，60-39，双方差距21分， Kobe Bryant 躲开周杰伦，再朝内线杀，右手上篮完成，60-41，比赛好玩哦，可以来控球，对上的呢是陈江华，再给到周杰伦，这自己来投，周杰伦可惜了，篮板球刘根红抢下来，再来自己投，好球，刘根红底角两分命中，62-41，看科比两分两分追，底线绕开第二个，再来上篮，好球，62-43，